如果他们敢乱来，以各位的力量，绝对有办法让他们痛彻心扉。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力量，以为我们是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大家千万不要沮丧，不要灰心，不用怕。有主管跟工会站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不用怕。这三个购买壹传媒的人呢、啊，我们知道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让他吞不下去，我们要让他吞不下去，我们要当那颗刺，那根刺，我们不要让他这么容易的吞下去。各位都是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是最难搞的。那我们既然今天在这里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让他很难的吞下去呢？是。我们要不要当那一根刺呢？要。先说未来新股新那个股东换了新资方，然后编辑台的运作会有所变化，因此我们评论报工会在今天举办了为评论首页坚持编辑自主的首页晚会活动，那就是呼吁未来如果明天交易签署之后，新资方能够跟评论报工会签署编辑室公约，维护我们编辑自主运作的状况。介入苹果，让他扑街，我叫他扑街，滚开。谁介入新闻，就让他扑街。那明天我们会正式公布《苹果日报》推出的草拟整理出来的编辑室公约。那这是继当年自立文化推出编辑室公约之后，媒体所提出来的第二份编辑室公约。其实，正在新闻界上的编辑室是非常完整的，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和成长。那明天编辑室公约公布之后，我们会邀请一些学者跟一些知识的学生，声援我们。